四个五十米仰泳，一分钟爆缸，每个争取游到37秒以内吧。真的太累了，知道吧？太累了，我没怎么练。如果我有系统性训练，31秒以内，有。现在不行啊，现在不行，慢慢恢复，好吧？还有一个，加油哦！到。游到第二个，在那边滚放回来的时候，腿就已经没力了。看得出来，腿一旦没力，身体绷不紧，手也跟着做不到位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！腿如果还有力，最后即使手没力了，也可以通过使劲打腿、转体去带动手，这就是它的重要性之一。哎，就这样放松去了。